倒，数字会倒。啊，原则上他们给数字会倒，其他的大概就给你选项去选。啊，下拉式选项给你选，原则上应该这样。他打中文字的几率当然不高，你打数字就好，所以你应该会一到零，你应该都会打。ABC 或法定你应该会打，这样就够了。基本表单它设计的，不管是中文英文大概是这样的设计模式，都你应该会回去运作，你要操作几个表单在电脑里面。那别在角度你是仓库了，它一打开机械系统就是你那个位置，它把你设定这个电脑就是那个位置，不会在你在请再去选。但选的话会选错，万一啊，所以一般都固定在那个位置，变成这样。我是民国86年才开始学 ERP，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知道 ERP 来学的。那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说，我看了我就，然后跟我讲就会，所以那个时候学的，变成这样。我也是学顶薪，顶薪的，所以顶薪从没有到有，我就是说，只要玩几秒钟，没有秒都会操作完，以前就会了，虽然当主管我还是会，所以跟我属下就很幸福美满啊，他们要请假不用带领的，我就可以了，就不用看哪里，要下单我第一名，生管下单我第一名，打电脑没问题，不用买马云的出品列表，对，不需要的。是，用这小蜜蜂吧，我一点蜜蜂吧，高兴。好，了解，我两高兴，是这样的。谢谢。所以这个资源，那你是哪个部门？对，要定义，就是说以制造业来看，我不晓得你是哪个部门。那因为各位来学这个定义，就是仓库，很清楚就是仓库。那仓库，可以活得很久。活到你退休，假如公司没有倒掉，那你做人工的话，应该可以做到退休。那当然，仓库的话，原则上仓管应该一般的人，仓管会物料管理会跑到物料控制，物料管制，物料管制会人好跑到生产管制去，所以就有机会就往生产管制去，活得更久因为他不用活了。所以你要往生产管制去，不管是过程，生产管制是终极。那生产管制来的时候，是上接业务，下达制造，真的，上接业务，但是下面打制造，交做出来，必要做出来，是这样。所以我家里面就我女儿跟我女婿都是生管的。因为我说其他我不会，业务你又不会像你老爸做这些活跃员，你就做生管，生管第一名应该怎么弄？所以我女儿是她也不是做读，她是大学里面是那流通管理系啊，就物流的流通管理。流通管理系跟生管大概差得很远，所以他应征生管之后，前天晚上我就教他画图给他看，教他做笔记，做笔记给他，就这样讲，你讲给你面试你们听，就会中奖，所以第一次就中奖，好女婿我是这样子讲，因为他说做生管呢活得比较久，做生管好。所以他们说嘛，我儿子就是电子工程，就是要读工程师我媳妇是读那个经营管理的，所以他做人资啊。所以你要定位自己，假设不是你要切入，那你要讲清楚。所以你是哪个部门，现在就很清楚。所以你是仓库。这样 OK 吧？定义清楚。就这样子但你仓库不要去弄那个很粗重的仓库你做细化给人点我想给各位建议就是说，假如你做仓库尽量能用机器设备就用机器设备，不要用你的腰，听得懂吗？你不都腰一腰，
你要弄太多的话，你老了之后会有问题，容易长刺。啊，啊，我以前我是很早做啦，因为他很会给我搬，以前我杀虫剂你也是搬啦，但是我还讲搬的比较少，他们不敢叫，因为他们不敢叫我搬啦，我假装一下，哎，啊，那很重，很重的时候，那你腰会受伤，啊，你这样会受伤，您打掉。啊，网络上面可以查到啊，啊，掉，那就是啊，我想写清楚就不要心安，就是啊啊，啊，所以它啊，它是一个物料清单。那物料清单它是物料清单，那比如说在泵里面它有资料，资料料的组成结构，就做这个东西它有一些料的组成结构，就叫泵，这样 OK 吧？那有这个料之后，那它要丢到生产部去，对不对？去生产，所以生产部呢，只要泵这个料人。哪有设备？然后要布料，这就是三 N， 水 N， 这些会出问题，三个 N。啊，所以你们都有用过水 N 嘛？没有用过，不知道什么叫水 N 的，有没有听说过？很贵哎，实验是蛮贵的，口罩特别贵哎，啊，人设备很重要，对不对？那有这个之后，所以人，啊，他就操作，啊，操作 SOP， 操作的模式，对不对？然后设备呢，啊，哦，它就有操作里面的参数。设备设定参数，那物料呢？它大概就是数量，要丢进去的。啊，这个都要具备，具备有了，对不对？人这边当然把这个东西，把这些东西呢，啊。哦放到工厂里面去，放到一个空间里面去，对不对？应该是吧。所以说，他就要啊，设施规划，也就是说，他的雷要怎么去雷他，给他顺畅，对不对？啊，设施规划，啊，当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生产流程要加进来。哎，就是说它规划好要有流程，那怎么摆？比如说后边挡嘛，对不对？第一站、第二站呢，在第十站后面，跑过去那边，我们再跑在第三站那里，不会嘛？它一定的流程，一个顺序给它。哦，那有生产流程之后，那当然第三个，它会加品质管制。品质管制 ，OK 吧？因为这个到底丢不丢，对不对？要品质管制。好，啊，这样就是可以运作。啊，你看有料。有设施要规划，还有流程，然后品质管制，我们就可以生产，这样会吧？哦，假设你不是做这个，你就大概知道一下，哎，因为这些是具备的条件，哎，要有，那我们就可以谈，哦，从业务进来，啊，订单进来，谈到出货，啊，这些要先具备啊，
哦，当然你不会讲到这个市长什么的，不用讲了。啊，你闲着没事干，绝对不会讲哦。哎，做新生那一条好不好？做给他啃呢，做给他炖呢呀？不可能嘛，您做起来就马上卖出去。啊，所以这里有了，然后这些 OK 了，那我们就往了，往下讲了。OK 吗？这些有没有问题？啊、哦，好，那这个先不要。有了供之后，啊、哦，那当然，业务呢，啊、哦，业务，啊、哦，他会跟客户啊、哦，就是你客户的，所以我们刚开始会有经啊、哦，当然会有报价单。业务呢，业务的模组里面，啊、哦，业务在执行有报价单。报价单的对应呢，就是对方公司啊，我们假设这个是卖方啊。哦完全上我们应该讲买卖方啊，这一个是报价单，名字上啊这一方啊它是卖方，然后这边进来呢它是买方，买方呢它就有所谓的啊那个询价单，我们这以啊以单据来看它有询价单。询价单的回应回去是报价单，好，所以有人不接受电话报价，听懂吗？所以你要反价的，所以你要我报价，很抱歉，请你用工厂号来一张询价单，我才给你报价单，从押金可以开出报价单 ，OK 吗？啊，那有了报价单，啊，有了报价单之后，然后再往下。啊、哦，这是订单。那订单的对方卖买方的话，啊、哦，这买方进来呢，变相是啊采购单。有采购单，内部的ERP才能产生订单，就是人家要。对不对？那就有产生订单，啊、哦，那有了订单，啊、哦，之后订单啊、哦，有订单之后，它再出来的时候，啊、哦，它分成两条路哎，啊、哦，分成两条路出来，一个啊、哦，哦，对你各位仓库来看，一个是有库存，一个没库存，对不对？以逻辑上来讲，有库存的话，啊、哦，有库存要直接就销货单。就卖出去了 ，OK 吧？有库存就卖，而且没库存，啊、哦，没库存，好，啊、哦，那我们就要转制造，单，啊、哦，要转进制造之前单。我讲这个订单他来的时候，你不会一张订单就下去处理。一般我们订单进来会集合很多的订单再下去处理。啊，一张订单的话，你会累死。就像啊，一般工厂他不会这么做，那他会有一个期限，就是订单进来之后，我是3天、5天或一个月处理一次。我看我刚好大量去买量，才会便宜。所以订单进来的话，原则上。我们希望你订单的时间，就像讲订单最好是早鸟价是比较便宜，是不是？因为我可以提速，我可以挪，哦，我可以挪动，所以订单进来的话，我们希望它能提早。假设它能提早进来，当然我们就所以一般的业务规划就是说，订单进来了，那我累积一些订单，那累积很多订单之后，因为没有库存。哦，我也不是随时就生产，所以啊、哦，没有库存，那我把订单，因为没有库存啊、哦，因为泰国这边没有库存，接进来的话就是主排程，啊、哦，主排程里面就是你的产能，就是你公司里面呢生产这些东西，你有多大能耐？
汉人啊，这样知道吧？就说，假设你家桌子那一桌圆形围起来就六个人，那你同时间现在只有六个人的产能而已。假设你是八个，那就没办法，要分成两批，这样知道吧？哦，啊，当然，哦，你超出你的产能，我们就不接受。那当然不能不接受啊，那我们就会讲话了。哦，你真的要吗？是我一定要。那可能要排挤别人哦，他单价要提升20%，连台积电都跟人家争，是不是？啊、哦，所以说你就比他赚多少，赚了那个30%，哎，所以说他一般都写两折起，两折起，收入多少的，看到？好啦，不过看我家阿公买过啥啊？好，统统怪你啊！下一张，下一张，哎，啊，这个就是它的流程啊，就是说，那个订单进来啊，它就是说，计划性工单，计划性工单前面就是订单啊，那临时性的工单就是说插单进来的，啊，制造部门常会有插单啊，然后就大概有些修料呢，因为换线呢，啊，红彤彤的就大条啊，你知道吗？啊，换线对不对？啊。就像你家里面一样，煮电锅煮下去，煮到一半了、啊，然后叫你孙子跑过来了，阿公我要吃饼，啊、你不是早说，那你就煮下去了，吃饭不要我就要吃饼，那你要等饭煮好再煮呗，那很烫，那有什么办法吗？这你早说，对不对？不早说嘛，因为他擦蛋嘛，对不对？他在煮成粥的时候，他要把饭先煮好。再把饭里面的一些饭拿起来，给泡下去啊，再给它滚压一下，对不对？要时间呐、啊，滚完之后要给它练嘛，对不对？电风扇要赶快吹它，不然来不及呀、啊，对不对？是不是？就这样来呀、啊，所以引进他的就这样，大概的品牌，有没有人做生管的？生管制的人有没有？没有，开单的人有没有？不管额外两单，为了别人去买。哦，然后讲没问题了，他会开工单，那就是主牌人之后，他一张一张工单会开出来，电脑也可以开。那开的话，他有图层，有占比，有占比。哦，那开工单就发，工单就发放，一发放的时候，就是按确认的丢出去了，他会投掉，会有一个领药单。先领药单进来，制造部门才开始生产，所以一定在制造生产前，他要备料。然后明天8点。要生产，那我今天一定是投料，给各位仓管人有时间拿料，绝不会是当场下单当场要料，那你就会给他三个差，对不对？会不会？还是不会？你们意识到很好，啊，等早上来弄饭的时候，结果去看一半，不要开了，快变掉。框子就好了，阿辉导，快上去死！那个先弄了，一千人在等你料哎、欸。那导演再说了，搞不下去呢、欸，因为没有备料，产线停料，你死得更惨。所以原则上就是说，啊，知道要投料，投料要事先给你，之后没问题的话，他就要去生产。那生产流程里面，它有一个脱外，有些制程当中有部分会毁坏加工，所以他们都知道脱外的。户外公司来领料，啊、哦，拿到一生人在进货，他有拖外，啊，拖外有人全部外包，有人中间一个工作站的外包，啊、哦，那你要做这样进出的工作，啊、哦，那当然进出一样都有 ITC 跟啊 FTC 一样都有，那 OK 的没问题，就去完工入库，那结束工单，那他自动呢丢到财务部门去做这个成本结算。单位成本结算，这样知道？大哥，时间到，吃饭时间。哎，吃饭时间到了，好了，不要再讲了。